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恩宠快讯。下周六日是跨年后的第一场崇拜，在2024年，我们拥有一个全新的主题，就是活出美好。所以在下周六日，刘伟茂牧师要为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蒙福人生。想要活出美好，拥有蒙福的人生是有诀窍的，答案就在信息里，所以你千万不能错过哟。由刘伟茂牧师带来的蒙福人生，上周日早上是一场盛大的敬礼，很多的新家人在那一天受洗，加入了恩宠这个大家庭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一天的回顾影片吧。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吗？相信。你相信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来到地上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？相信。你相信耶稣基督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吗？相信。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并且愿意一生跟随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？相信。现在你愿意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吗？相信。现在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，使你归入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的名下。阿门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跟左右两边的人说：提早预备心，与神更亲近。15分钟前，领受神恩典。恩宠快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